大家好，我是 IPSHE 的总编辑 Monica， 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为大家分析有着时尚奥斯卡之称的 Met Gala 红毯上明星的穿着。至于红毯明星的穿着与今年的春夏服装有什么样的连结呢？请看一下我们的报道。Met Gala 自1995年由 Vogue 杂志美国版总编辑 Anna Wintour 主持后，能见度变得更高，并成为娱乐与时尚界的一大盛事。按照往例，每年 Met Gala 都会邀请两位共同主办人加入，今年则邀请 Versace 的设计总监 Donna Versace 与 George Clooney 的美丽妻子 Emma Clooney。继去年以 Comme des Garçons 为主题后，今年 Met Gala 的主题为天赐的美好身躯，时尚与天主教的意象。当这个与宗教连结的主题公布，各大媒体开始预测大明星们会怎么穿。今年的一大重点是装饰细节，与教皇及宫廷连结的主题细节一定不会少。果然，今年大明星所穿着的礼服中大量出现珠饰、刺绣、镶边、亮片等繁复等装饰，与熠熠星光相互辉映。另一个重点是颜色，今年 Met Gala 红毯上许多大明星穿着的色系以白色、金色、黑色、红色等颜色为主，呈现华丽隆重的氛围。Met Gala 红毯的礼服重点与今年春夏流行的趋势其实是息息相关的。今年服装也有着浪漫华丽的繁复细节，如喇叭袖、蓬袖、蕾丝材质及荷叶边等。在颜色上，金属色系、艳丽的红色及白色都是重点。以上就是2018年 Met Gala 红毯明星的穿着分析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见了。